刷片看到是说，文建会这主意，今仔正式由这个政务委员詹志龙来接到。啊，不过有闹一挂这个业文团体是提出质疑，认为讲伊无这个业文界这边的专业。为代理文建会主委手中接应信，陈志栋正是为政务委员担任文建会主委，为教育界出席的伊，强调未来文化发展应该甲教育扣合作融合，而且对文化态度，陈志栋有一套见解。什么叫做文化？我们要建立一个态度，这个态度是 ，it is okay to be mad， 你不高兴没有关系，但是 it is not okay to be mean。不要命，我们好好来商量。针对苏博烈在上期，也阁未使上过严格要求，这句话是不是回应近期基本界对文建会批评？陈志龙解释，这是指人生的态度，也阁基本人数缺少不同的看法。这边来讲，2.3亿算什么呀？不要太生气，好啊。我们这些老百姓听了就只好就说好吧，那就2.3亿，就算什么，我们就不要太生气。那我们就他们当他们的梦想家，我们就当我们的没办法啦，只好做做春梦的梦一家啦啊。陈志栋先挂上联，基本团体也为办迎新 party， 也不过实际上是被刺激陈志栋，无基本的专业变作领导文化界，也不过陈志栋讲伊无法度接受。我得过金鼎奖，我得过金钟奖，我是不是艺文奖？我问你啊。我问你，广泛的文化人，大家都是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美学不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大家都应该把所有的人纳进来，让文化提升，人人都是文化人。面对基本界提出文化建设高大诉求，陈志栋宣誓启动全国文化会议，会邀请基本人士进行文化议题沟通讨论。不过，甲未当得到基本界支持，也受到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